NA 有两个学生学习中心，录像里显示的是在商学院旁边的南校区，另一个是在 Union 的二楼。学习中心提供一对一学校学习和小组学习，帮助你提高课程成绩。这里有很多不同的讨论小组，帮助你提高写作和口语技能，还有考试前的复习和一些电脑方面的知识。同时他们提供面对面的写作指导和网上的写作指导，还有一些数学方面的指导。请大家一定要懂得好好使用这些学生旨在帮助学生学术方面的校园资源。